我就喺都地街啦，咁就俗称嘅煤气灯街啦。咁就之前打工，咁就呢个防空洞就开咗嘅，咁就而家睇翻啊，已经牢牢咁样封死咗啦。咁里边就系、是、啊，啲煤气公司而家做紧工程啦，嗱、啊，咁就开咗嘅。咁又睇到啊，都系一个圆拱形嘅设计啦。咁就类似啦，咁都有个防空嘅作用嘅，系咁噶吓。咁又难得开咗，又开埋灯嘅呢一度。咁啊，啱啱就防空嘅即系做紧上面嘅工程啦。嗱，咁就开咗嘅。咁又呢一度就另外一度。佢又擺放咗雜物喺度，咁就行咗去睇一睇啊！佢又整緊燈，咁就之前俾颱風又打爛咗啊嚇，某部分嘅石級，咁就而家已經修復咗好噶啦。咁就呢一組嘅防空洞有兩個入口啦，咁就之前都入過去啦，咁滿地有玻璃樽嚟嘅，咁就而家就嚇封住咗咁樣。哇！以前呢度好似 Starbucks 嚟嘅，都執埋啦。個另一個就喺度嘅個入口，嗱已經。烂咗啦吓，可以睇一睇个门都烂咗啦，咁就见到应该好多水滴落去咁样嘅，咁就呢一边就头先开咗灯嗰度嚟嘅，咁就头先做工程嗰度啦，嗱，咁就睇啲。地圖咁就兩邊其實已經封咗噶啦嚇，咁、啊、就最初嘅設計啊，咁就可以去到而家匯豐銀行總行後面嗰度嘅，咁就而家仲現存啦、啊、上邊啦、啊，就係、是、有一個即係、就是、防空洞嘅通風口嘅。睇下依一邊見唔見到啦？過先，過下先。咁就沿住呢條路行。佢話途經依度啊嚇，廣中醫院出名嘅墮胎醫院啦，咁就荒廢咗啦。哇，幾層高嘅，咁就有好多人去廣中醫院嗰邊又探險啦。嗱，望翻依邊先。
啊，應該係依度附近。嗱，依度啦，就喺依度嘅下邊，咁就有一個大家見面到，喺一個類似艦艇咁嘅物體啦，咁。難得再嚟到，咁啊有人已經遊繩落過去嘅，咁就啲人就見到裏面就係有一個類似石屎嘅結構，咁就封咗前往去匯豐銀行後面嗰一度噶。咁啊，其實嗰嚿咁嘅通風口嘅建築都已經有80年左右噶啦。咁就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啦，咁就政府就有啲即係做足準備啦，咁就喺香港區就嚇、修建咗大量嘅防空洞嘅。咁啊，就試下就跟住依條路過去睇下啦。難得嚟到，哇！都係一啲難路嚟嘅。咁就下面就全貌啦嚇，咁就個煤氣燈街啦嘅全貌啦，依度嚇。翻啲路先，都有前面就以前嘅嚇、政府總部啦。咁啊，其實我覺得有機會，依條防空洞係有機會連到喺政府總部嘅下邊嘅，但係地圖並冇顯示啦。嗱、啊，依、這個咁樣嘅，哇！同我第一次嚟已經長滿咗好多嘅植物喺度啦，之前係空溜溜嘅，哇都好，睇睇先。睇下下邊應該都有人嚟，哇，好似多咗個閘咁樣。真係多咗好多植物啦！以前一行過去就已經係噶啦。咁啊，唯一啦，咁有三個入口，加埋依個通風口啦，咁就係依家個嘅防空洞嘅存在嘅，仲有現存嘅位置啦嚇。盡量行入去睇一睇先。哎呀！喂呀！哇，終於爬到上嚟。
咁啊，順便窺探一下啦。其實不知道有沒有勇者啊，試過扶住啲咁嘅樓梯落去啦。咁又調翻轉睇一睇，睇下上邊係咁多人。咁啊，其實都有機會日久失修啊！依啲咁樣，咁又建議唔好排落去啦。都爬到上嚟一段嘢啦。哎呀，坐翻去先。好啦，咁樣係咁多先，我都要爬翻落去啦。